啊，能听到看到的，刷个一。啊，好。我们继续啊。就是看一下 HDFS 的源码。那么 HDFS 呢，主要是跟 NameNode 和 DataNode 是吧？而且 NameNode 的源码是比较复杂的。像这种成熟的大数据项目来说，他们的源码都是比较复杂。还是那个方式啊，就是说呢，老师呢。尽量呢，讲的简单点，通俗一点。然后呢，同时呢，告诉大家怎么去看这些源码，以怎么样的方式去看。抓住一根线，这个线。那就是说，你看，在我们这个首先搭建这个 Adobe 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一步啊？就是这么随便搜一个啊，就是说可能同学们用了 CDH 啊，就是用 CDH 的可能比较多，或者说可能没有用过 CDH，或者说没有用过，根本就没有用过 Hadoop，可能是从别的专业里面转过来的，没有用过 Hadoop，或者说用过 Hadoop 的，用的更多的是 CDH 啊这种商业版的这种。都不是管理平台，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什么，我看看我能找到那个文档。如果说你是开源社区版，你想搭建一个开源社区版的话，会咋样？我看我的源码是3.1.1。看啊，这有没有搭建的文档啊？我找一找，不一定能找到啊。找不到，咱百度搜一下啊。集群是吧？这里应该是这样，我看一下啊。安装对吧？好，安装。好，来，我们看这个啊。这里呢，就是它，你安装的时候呢，要做很多工作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啊，就是一旦所有必要的配置啊，
就是完成了，是吧？像这种分布式，对，分布式这个文件，这个目录到所有的笔记上，这个分发，把 Adobe Config 这样目录上的文件到所有的笔记上，那么在所有的笔记上应该是有同样的这个目录，就是 Adobe Config 这样啊，就所有的这个都分发到不同的目所有的机器上啊。这里呢是什么？就一般来说啊，推荐 HDF 的样运行在同一个运行在独立的用户上啊，不同的用户下面啊，然后 HDFS 执行用它这个名字，样呢它是用这个名字，是吧？那么这里有一个 Hadoop Startup 是吧？就为了启动一个 Hadoop 集群啊，你必须要启动 HDFS 的样。那么，在你第一次启动 HDFS，你必须啊，它必须被 format 一个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这当第一次是吧？你看这个啊，第一次打开 HDFS，就像是第一次启动 HDFS，对吧？就它必须要被 format 啊，就像这种那种 format。然后才能启动，有没有？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用这个 CDH 的话，可能啊，我们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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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来了，是吧？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呢，如果说不是用 CDH，如果说你要自己搭建一个开源社区版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启用的时候，你要执行这个 format。它呢，其实就是说格式化一个，分布式的文件系统，啊，然后呢，你才能启动这个，啊，那个，是吧？所以说这个 format 干了个啥？format 干了个啥？你看它是 HDFS MinNode 干 format 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找到这个入口啊，找到这个入口，就是说。当我们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它到底调用的是 Adobe 的哪个类，那么其实我们要应看这个脚本，是吧？看这个脚本，那么这个脚本我想想在哪儿，应该也是在这儿，是吧？我搜一搜啊，看看我忘记在哪儿了。哦，没关系啊，我们直接看这上来。然后 B 里面是不是有个 HDFS？然后这里呢，它也是并下面 HDFS，你们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该看看这个脚本啊？HDFS 对吧？那我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 name node 的变量 format 是吧？然后我看能不能找到，找不到我就直接说在哪了。好，这里是吧？当等于 name node 的时候，然后它其实是这个类，是吧？这个类，当 zkfc 的时候是这个类，然后接下来往上走一下，就 class 对吧？好，我看一下这里啊，这里就是说执行 Java，然后干什么？这里一个 class，这个 class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啊，如果是 name node 的话，它就是 name node 的那个类，是吧？这里呢把参数是所以说我们翻到这里，这里是吧？我们搜一下这个 name node。好，看上这个 Apache Hadoop HDFS Server name node 下面的 name node，这里是 Apache Hadoop HDFS Server name node 对吧？就是它啊，就是它 好，就是它。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入口类啊，它所以说它必然有一个 main 方法啊，必然有一个这个方法对吧？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类的入口啊，就在这里啊，就这么看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有兴趣同学，你们看源码的话，就这么看啊，一遍一遍的看，看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哎，我不知道我看在哪了，我乱了，然后再从头来看啊，再从头一遍一遍从头来看，好，慢慢来，你得看很多遍啊，看很多遍才能看得懂啊，看得懂。所以说呢，这里呢还是答案这个帮助，答案帮助，就是说怎么用的，对吧？你的 HDFS 命令是怎么用的啊？你要打清楚。这里呢是有一个启动或者 shutdown 的一个 message 啊，这么看一下。这里啊，这里是吧？就是启动信息啊，然后启动信息 host 啊，什么什么什么命令，什么版本啊 pass 是吧，在这里，所以说我们看一看，可以看一下啊，有没有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的 name node，好，是吧？我们看看。好，就这，对吧？就这，当你启动 name node 的时候，然后它是不是有这个？看一下，对吧？启动信息正在启动，有 name node，然后 host 的参数版本 plus pass，有 host 的参数版本 plus pass 就在这里，对吧？就可以看到。然后呢，它这里是干个啥？这里不看啊。然后这里注册了一个钩子啊，这个就是你 shutdown 的时候，它自动会执行这段代码啊，shutdown，比如说 shutdown 的一些信息是吧？shutdown 哪个类是吧？哪个提取？好，不推。
然后这是打印一些信息，然后呢，在这里，它就创建了一个 name node， 啊，创建 name node 之后，返回一个 name node 的一个对象，它这一照就结束了，啊，就主方法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点，它就这么一点，非常简单，看点是吧？很简洁，是吧？然后其实呢，在这个 draw 里面，它有一个 RPC server， 也就是 RPC 可能给大家讲，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是远程过程调用，就比如说我调用远程的服务，就像调用本地方法一样，啊，这个暂时我们先不说啊。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创建 name node 的啊，就是所有的你可以认为就在这行代码。然后点进来，点进来之后，你看这里 config 的传入是空，对吧？然后再创一个 name node 进来，进来之后呢，这是它的一些参数，然后这个为空，是吧？然后呢，当 config 为空的时候，它是为空嘛，对吧？它就新建了一个 HDFS。这里，你看这个 HDFS config， 它有一个静态的代码块。对，静态的代码块就是当我们启动的时候，这个对象还没有创建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它就会执行这几种代码啊，这种代码。其中这个代码我们可以看到，添加这个默认的资源，对吧？添加，首先呢，它又添加 HDFS default 啊窗口。然后呢，再添加 HDFS set，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里。就是这啊，这里有一个，HDFS 啊。这里没有 default 啊，default 这里有个刚 set， 那个 default 应该是我看这样，啊，先不管了，反正就有这个啊，这个里面的参数呢，它会覆盖 default 里面的这个参数啊，default 里面的，所以说呢，它其实是想找到这个文件。啊，这个里面的配置文件啊，它会把它给加进来，加进来之后，再创建了一个 HDFS 这个 config， 然后调用了父类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不多说了啊。你要知道，它其实是找到了这些配置文件，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就是说代码里面其实已经找到了。然后呢，就是解析一些参数，是吧？这就是解析啊，解析一些参数，这个我们可以不细说。看看啊，这个不说了。像一个解析器是吧？然后这里呢就是也是解析一个参数啊，看各种参数吧。哎，看一下啊 ，format 啊，看看 format 是吧？这个我们快速做吧，这个先等会还会有啊。创建那个解析器啊。啊，这主要这里啊，你看，这里的话是设置启动，然后这里的话，如果说它是 format 啊，你看这里，它是 format 啊。就如果说呀，就是说你在执行 HDFS name node 刚 format 的时候啊，它其实走的是这里啊，走的是这里，然后判断你后面这个是啥。如果是像刚刚 format 的时候，它其实走对，
不是，这里呢，就是它调用了一个 format 方法，搜索就在这里进来。进来之后呢，这里是啥？验证这个配置文件夹的一个存在等等等等，每一个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存在的目录格式化它，就是要格式化那些目录。你不是配了一些目录吗？我要一个文件系统，这个 format 也相当于我们格式化 U 盘似的格式化 U 盘或者说格式化磁盘似的，就说你格式化的时候你要指定什么样的文件系统，是吧？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说 HDFS 它格式化，它其实就是创建一些目录，在这个目录下面呢，创建一些必要的一些文件而已好，等我看了代码，你们就会知道。所以说，当 HDFS 启动的时候，那到底启动之前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format 来实现。好，format。那么这里呢？这里什么？get name node。get name node name service ID 是吧？我们进来之后呢，它是 get name service ID，这有个参数，看这个是啥？这个是这个啊，DFS，哎，是这个，哦，是这个是吧？DFS，把这个我把这个 copy 过来啊。好，放在这里啊，这个参数然后进来之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记的这个东西，然后这里呢，它又 get 一个 DFS 这个东西是它，对吧？是它。接着向下走，然后他 get 他的时候，对，我电脑怎么这么卡呀？感觉，怎么卡呀？那就好了，idea，能接上的资源好多呀。关你。然后会它，然后它，就是它，对吧？然后它，我们看一下，不行，我还得把这个原子打，等会儿，好，看它，它是个啥东西啊？
是 name service 的 ID， 如果 name service 的 ID 没有配置，或者说大于一个被配置给它，然后它能自动检测通过匹配本地节点的地址。那么它的默认值是没有的，可以看到它没有默认值在这里，对吧？没有默认。那么这，那我们一般来说也不会配的东西，就是说它值是空的啊，它是空的啊，所以说继续往下走。然后这里呢是 get name service ID 进来。啊，再看这个东西，啊，就这个东西。啊，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个啥呢？我们来看，配的是啥？诶，冒 SD， 好，可以看到这里是吧？DFS name service 啊，DFS name service，他说他获取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名字是你随便取的。在这里呢，因为这里是个集合啊，是 S，因为这里呢你可以配置多个啊，你可以配置多个。然后如果说它等于一的话啊，一般来说它就你看我们这个配置等于一是吧？那么它就走这一个，就直接返回了，返回的就是 obs 这样一个 data，其他的就分开了是吧？分开了。然后这里会不会 name node ID？name node ID 又是啥？一个 name service ID，一个 name node ID，是吧？name node ID 我们继续，然后这里呢，它是这个啊，获取这个，那么这个有没有啊？这个也有 name node 的 ID 是吧？一般来说我们没有配它，而且呢，它的默认值也是为是没有的，对吧？那么其实那么这里就是为空。啊，为空的话，继续往下走。往下走的话，这就是有一个这个是个啥？啊，这个是个啥？这个是这个 RPC 啊，这个东西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你接下来。好，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匹配本地地址啊。如果说这个地址是跟你本地地址是一样的，你就匹配上了。所以说呢，它把 config 还有这个 key 这个 key 啊传到这个方法里面去了，对。然后我们主要是看这里。首先这里呢。这里是 get name service ID 又得了一个 ID，还这个是吧？那么还是 obs 杠这个 data，还是这个，然后还是个集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又获取一次，因为这里我已经传进来了，是吧？咱们接着看呗。你看，这是 ns name service ID，这个是 name node ID，这个是空的啊，这个是传进来的。然后它其实是可能是做一些事情啊，这里呢就是循环。如果说，哎，这个它不你传下来是不为空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传下来是不为空的，是吧？它不为空，并且呢，它不等于它啊，不等于它，就是它有多个的情况下它会做一个循环啊，我们就默认就只有一个啊，它俩是相等的，它。这个不等于空，并且呢，它俩是相等，这也是不相等继续。那么它是相等，然后就它是相等的，然后继续往下走，对吧？因为这个为 true 嘛，这个为 true，然后加一个这个叹号就是 false，就是不走这里啊，继续走这里。
这里呢就盖的那么多的 ID， 盖那么多 ID， 这里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个上。等会我们看是啥啊，这个你先看一下。然后那么下午小 ID， 然后再看这里。我得确定还是不确定它是个谁啊。啊 ,DFSHA name node。啊这里就这个前缀看到 ,DFSHA name node。就这个东西。好，然后呢添加一个前缀让 K value 啊拼起来啊，然后这个东西呢啊这个东西是 name service ID， 就是 obs big data， 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就是 dfsha name node， 所以说呢就是 dfs.ha.name nodes.obs of data， 啊就把这个拼起来，再把这个拼起来了，拼起来之后也就获取了这两个东西，是吧？然后这个东西呢拼起来之后 get 以后它就得到了一个集合。为什么是个集合呢？因为是两个逗号分隔的两个，有两个元素 NE， 是吧？然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以逗号，这里是个逗号来这个分隔了。好，再往后退，这里啊，这里呢就是 name node 的 ID， 两个 name n1 n2 对吧 n1 n2， 然后呢把它俩，然后对，这是个集合嘛，再循环，再进行循环，得到其中的一个 name node 的 ID。然后呢，如果说它不等于空，因为这是这里传进来的是为空的，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成立的。继续走的话，这里就又有一个方法，这个 NSID 呢，其实就是 obs.bigdata， NID 呢就是循环得到了那个，啊，就是说循环一个就 N1 是它，对吧 ？N1。然后继续往下走，增加一个前缀，然后这个是个啥？这个是传进来的啊，传进来的就是这个传进来的是个啥？这上面有写，我还在后退啊，我已经记不清它传进来的是个啥了。传进来的是这个啊，传进来的是这个，再记一下啊。你看是不是有点乱，是吧？这个嘛，啊，好，你看我又回来了，我要继续看，对吧？我是不是又回来了？啊，接着来，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obs big data， 这个呢就是 NNE 或者是 NL。好，进来之后，这里是连接啊，连接后两个是吧？后两个就是它了啊，其实就是 obs 杠 big data 点 nne， 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和这个合起来，那就变成了，就变成了它啊，它点 obs 杠 big data 点。就变成这个了。哦，这个是不是在我们这里有啊？是不是它呀 ？Name node RBC address obs杠 big data RBC address obs big data， 就是它呀，是吧？那么它就获取了 NNE 的这个值，就拼起来，对吧？好。接下来之后呢，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呢就是那个 K，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值。如果为空，它是不为空的，对吧？继续往下走，然后它，因为它是一个 IP 端口嘛，对吧？它就串了一个这个 socket， 如果啊串一个 socket， 然后它还要去看
还要去看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机器是不是等级，这个 OBS 仪是不是跟你这个等级是一致的。他会去匹配如果是匹配上了之后，你的 NIMNode 的 ID 才会给他。一般来说我们有两个 NIMNode 的，那么其中你要循环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其中一台机器上启动，它必然会匹配中一个，只有一个，所以说呢，最终呢，这个 NIMNode 的 ID 就是你跟你本机对应的它你看这个 NUNO 有一个 OBS1 你起，比如说你在 OBS1 上启动的，那么它就会用这个如果是你在 OBS2 上启动的，它用这个，它就做一个匹配，所以然后它就得到了 NIMNode 的 ID 然后呢NIM Service ID 和 NIM Node 的返回一个数据。对。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又 NIM Service ID 又有 NIM Node 的 ID。是吧？对。如果它等于空的话，就是抛出一个异常，说明是不对的。然后呢再返回一。你看返回一是谁呢，一是 NIMNode 的 ID 因为它下标是0开始的。第一个元素下标是 0, 第二个元素下标是 0, 它返回的是 1, 所以说它返回的是这个东西。它返回的是这个 NIMNode 的 ID。返回是它。好。看看能不能得到了之后全走。这里就是你得到的 NIMNode。然后这里呢是对一些配置进行初始化，这里咱们之前得到的配置进行一个设置这个就是这样。然后这里呢看看是不是允许 format, 这里是有一个这个值这个呢是不是允许你格式化文件系统你就要看这里默认是 true, 默认的话你不设置的话它默认是你允许格式化的。好，喝点水。然后这里是一些安全不用管，这里是什么 get name service there 对吧，获取目录嘛。然后这里你看它其实是这个 K 我们一看这个 K 就是这个，就是 DFS name node there, 就是这里是吧 ,DFS NIMNode 的 DL, 就是这个目录就是放 FS Image 和 ID Log 的目录会有这两个目录。好，获取这个目录。然后这里呢再获取共享的 ID Log 目录。看看它就是它共享的 ID Log 的 DL,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东西是吧，就是这 general node general node, 你看这是三个嘛是吧，三个。好，然后获取了。然后 NIMNode 的 DR 有了，然后 general node 的 DR 有了是吧，然后呢他们把这 DR 都加到这个里面来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ID log 的 DR, 然后这个是啥呀，得到一个共享这里这里的话是他我们看看他是谁
这里是吧？这里的话，它跟默认值就是它啊，默认值就是 FS image 的存在名目。所以说，有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我们的 FS image 和 ID log 是放在一个目录的。啊，这里对吧？就是你可以看到 ID log 它和 FS image 是在同一个目录下面，因为它这个值默认就是 FS image 的。所以说，这从代码里面都可以找到，对吧？然后，然后继续走啊，这里 format 啊，隔着 class ID，因为一般来说格式化是没有 class ID 的，这里所以说就没有啊，没有，它是为空的话，它会创建一个 class ID，创建 class ID 它是 C 杠 D 杠 UID 啊，它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 class ID 是个啥呢？其实它是这个啊。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个 DID 是吧？一个 UID 啊，就是 UID，它这个就是格式化的时候，它会为你生成一个 ID，并且把这个 ID 写到这个文件里，它是想干这么一件事。好，然后呢，就是说。你各种目录传进来，传给 FS image 啊，这个 FS image 就是我们的那个之前讲的那个 FS image 是吧？然后创建这么一个对象啊，然后呢，创建这么一个对象之后呢，把这个对象传给 FS image。首先我们看一下 FS image 是个啥，FS image 处理 checkpoint，并且记录 image ID log 的位置啊，这个是啥意思呢？处理 checkpoint 啊，如果说现在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 checkpoint。不知道 nameNode 的 checkpoint 是干啥的，说明你这个学的有点没学会啊，就实在不应该啊。你不知道 checkpoint 是干啥的，你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然后不知道的你要去问一下助教老师啊。然后记录一些日志啊，nameSpace ID log 的一些日志，那么这些日志是审计日志啊，审计日志，什么叫审计日志呢？我们之前也讲过。是不是之前讲过什么是审计日志这有没有审计日志啊？对吧？就是你干了啥啊？你干了啥啊？都会记录在这个日志里面啊。所以说呢，它呢是干。那是啊，好像不是啊，好像不是这个类啊。另外是 new service 这个类，我看啊，哦，说错了，不是这个类，啊，不是这个类，是另外一个类啊。反正就是说，它处理 checkpoint 啊，看一下它的属性，它有 fs id log，它是。就负责操作 FS ID log 这个类的啊，就是它有 FS ID log、FS image，还有这个对象的一个引用然后呢，同时 FS image 呢，它有一个 N storage 啊，这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些你看 Nemo 的文件，它这个有文件 FS image 啊，然后这个 ID log 啊，这个是临时文件。好，我们看一下，感觉是好像都有这个文件。吧？这个文件，version 文件，fs image id logs 这些文件，它其实是想管理这些东西，管理这些文件。啥也不看了啊，
稍微讲快点啊。然后串一个 FS name C 什么，这个是干啥的呀？这个是这个是 namespace 的一个状态，还有做所有的 bookkeeping 啊，这个才是审计日志，就在 namespace 的一个记账本啊，记账本对吧？审计日志啊，所以说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是吧？是不是开启了审计啊？记录审计事件是吧？它、啊、都会做，就是那个审计日志啊，都是由它来做。好，反正就是创建它啊、嗯，那么所以说它里面是比较全的，它里面又有 F， 你看又有 FS image，FS image 里面又有 FS edit log， 对吧？同时呢，它呢又可以记录审计日志啊，所以说它呢是比较大的一个对象，干的活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这里呢，就是说这里，然后 get edit log 出的话 ，turn notes for write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这里，这里的话就是。初始化 demo 的进来之后，干了个啥？对啊，这个是啥？啊，对啊，就是编辑日志的目录，对吧？进来之后可以看一下循环这些目录，然后得到要求的那个是哪个就比较好了。这里是 U， 就包含这个目录。这里啊，看一下这里得到的是 schema 啊，如果 schema 等于 file 的话，啊，就这么这么地，对吧？它明显它不等于 file， 它等于啥？它明显等于这个东西，不是 file， 是等于它的 schema 是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说这里是不通过的，所以说它会走这条路，这条路的话和创建这张 node 啊，这是个共享的 edit log 的接法，创建它呢是 get general class 吧 ，ur schema 走啊 ur schema， 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个 schema 是吧？这个东西是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前缀。这个前缀啊，这个前缀，所以说呢，这个有个 K， 这个 K 给它拼起来，就这个啊，这个这个跟谁拼啊？跟这个拼一起，然后这个是个啥？这个东西。就 O U R N L， 就是他呀，是吧？他拼了个他，这个 class， 那么他就是他，然后他呢，然后 get class， 很 fake， get class， 进来之后 name 的话 get class。
你看啊，它配置里面是不是这个拼在一起的话，这个拼在一起，在这里查一下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呢，它其实是这个类，它用的是这个类。可以看到这个字眼，可以看一下这个字眼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JPS 里面是不是有个这个东西 QUORUI。有，哎，这其实就是其中是这个类，这个类。同时呢，啊，同时这个类呢，它其实是实现了这个接口，是吧？你可以看看，当 B 是不是这个类，是吧？就这个类。所以说呢，它其实是创建了一个这个类的，啊，这个类的一个对象。要返回了，把创建它们，要返回了这个对象，这是这里是什么 get 这个，用反射啊，还是用反射机制去做这些事情，反正就是创建了这么一个 generate 的这个对象 ，OK， 这里创建完了之后再添加上来，添加上来看这里。这个 general set， 你看它就实现了 general manager， 就是当它添加的时候，啊，添加的时候它是添加到了 general 这里面，那这里面，所以说如果朋友看不懂，就是说啊，它其实是把这三个东西。它其实是把这个东西，然后创建对象，把这个封装起来，啊，放到了这个里面。好，这句话就结束了啊，这个数据话结束了。然后继续往下走，喝点水吧。然后 name node 的 format 啊，我们稍微讲快点，不讲那么细了。哦，但是 name node 的东西也比较重要啊，我们这个就不讲了。然后好，我们不要看这里，这里的话只有一个 fsmake story 啊，便利就是对这个目录做一个便利啊。然后这个是个啥？是吧？这个是在哪数字化的，是吧？在这儿。就是你创建 fs image 的时候，然后它会创建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包含了 fs image 的 DLL 一只以及 id log 的 DLL， 就是呢它便利这些目录，它会创建一个 story 的一个目录。那么这个里面这个啥？暂且不管，然后开始 format 啊 ，format 啊，这个 fsn 里面就是把 fsn 就是 fs name service 啊，这里面又有 fs image aid log 又是名字，对吧？然后啊 ，format 这个集权 id， 集权 id 应该是为空，对吧？然后做一个 format 这个是为空，这个不管啊，这个呢？得到文件数啊，这个他可能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啊，不用管。我们这里呢得到一个 namespace info 啊 ，namespace info， 啊，这个东西是个啥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被 name node 返回，跟这个 data node 握手的时候去做的啊，还有什么 build 版本啊 ，blog pull ID 啊，软件版本啊。啊，等等，它其实跟这个文件也有关系啊。
那不漏海底。我们继续啊，过它之后，然后就开始 format 啊 ，format 啊，我看它干了个啥啊？我看看我有没有走来走去走乱了啊？应该是没有乱的啊。好，这里对吧？这里先不管啊，反正呢就是说这里你看它又循环，循环的时候又 format 在这里。那么 format 干啥了呢？啊，这就快结束了这个 format。清理这个清空这些目录，清创建 parent 目录，就是创建这个目录对吧，然后写一些属性啊，写版本啊，写版本啊，写属性啊，写啊，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文件里面，就首先呢它会创建这个目录，然后呢这个目录创建好了之后呢会写一些，就是写这个版本文件，你看这是版本文件，把这些属性写，这些属性是谁呢，设置属性，这里你看这个什么，这个 version 什么 story 这是 type namespace id source id cpy， 他说把这个东西写在那文件里，看这里把 CTAM Story Type 变成 Node 了，还有这个，还会，它其实就是把这些属性写到文件里去，写到哪呢？写到了 To 里。那么 To 是谁呢？往上走。To 是谁 ？To 就它。它是谁呢？进来之后是它，对吧？它是谁？它就是名字就是啊 Vision。就这个，然后他对每一个目录这样干啊，同时呢他还会写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是啥意思，就是这个文件对吧，那么这个文件我们也看一下它是个啥，这个东西是个这啊，是吧，这是个啥意思呢，上面写的是说写最后的 checkpoint time 进入到一个文件里，就是最后的一个 checkpoint 的一个时间是吧，然后 get 这个，然后就写 OK 了，反正就是写呗，这个应该是它这个翻译有点问题啊，写最后的 checkpoint time 进一个文件，这个不像是这样干的啊，它其实是想把最后一次 checkpoint 的一个事务 ID， 你看72881367 72881367啊，它其实这个编号就是你每次的一个 checkpoint 啊，12881367啊，就是你上次 checkpoint 的时候，它最大的事务编号是谁啊，它会把这个写好，format 那就结束了。这些哦，还有这个啊 ，format 它，看，好，这个呢就是说便利啊，便利它之后呢啊，如果说它不是文件 ，fire journal 的 manager， 因为它不是 fire journal 的 manager， 它是这个 manager 啊，它是这个，是吧？来，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一下，它记上了它，对吧？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啊，可以看一下，然后实现啊，好，来看一下，好是吧？它里面是有什么？有 general set 是吧？有这个啊，这个的东西呢，就是它这个 general 的一个管理，同时呢还有 file 啊，
有 Fat General Manager 是吧？然后通过我们跟踪代码，它其实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它并不是，它并不是它，是吧？对吧？不是它的时候才执行这里，因为所以说它是成立的，对吧？它并不是它，所以说我开始放慢。format 的时候呢，它传入了一个 name service import， 这个是 name service import， 对吧？这个东西，那么这有一个 format， 这个 format 是个接口啊，因为它有多个 manager，当时我们进来之后，我们知道是它了，对吧？进来之后呢，它其实是像这个方式进来之后，我们再可以看有个异步日志，这个日志呢，它其实是。这样这个 format 的，又这样这个 format 的，再来一次啊！这样它呢，其实是获取了一个 proxy 代理啊，这个是 RPC 协议里面 RPC 啊 RPC 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这里不是有端口吗？是吧？你这里不是有端口吗？这端口啊，我连上你的端口，告诉你，你自己去 format 啊，就说。我连上你，我连上你，你去访问，这个，这里网络什么的不看了，反正就是我连上你的这个，这 node 的节点啊，我要连上你三个吧，对吧？所以说这里看，它又是个循环，访问，你看这是个循环，因为这有三个嘛。然后连上你三个，告诉你你要做一个 format 啊 format。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执行 format 之前啊，执行 format 之前，其实你是要先启动 general 的，就是说你搭建开源设计板的时候要先启动 general 的三个节点，然后才能执行 format 啊，这样还可以。然后这里是。CVFS image 啊，CVFS image 就是触发一个 FS 的保存啊，触发一个保存啊，它起了多个线程对吧？有多个线程，每个线程呢，每个线程里面，它会建一个 FS image server 保存啊，保存它呢，含有这个线程，这个线程呢，啊，这个线程。啊，stop 就可以了啊，它就开始做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你要看它啊，它的话就是一个 runable，它就是一个线，所以说它有个 run 方法，有 run 方法里面，它就会保存它的。你看这里，它会得到这个事务 ID 啊，新的文件，这个老的文件，新的文件是这个啊，是这个 fs image ckpt。所以说，当你做 checkpoint 或者做一个快照的时候，就内存里面的信息要保存这个成文件的时候，它开始你在保存过程中，它是这个名字命名的然后目标文件，它其实就是我会做一个重命名后面，然后 save 是吧？然后。看看啊，这里是这个啊，好，这里有一个 file output stream，file output stream 说的就是写啊，file output，input 是读，output 是写，要写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是谁呀、啊？他，是吧？就这个文件，他要写这个文件。要写它，写它，然后这个 get 一个 channel 啊，然后 save 这里啊，反正这里就写就行了啊，就不看了啊，反正你要知道，它要把内存里的东西，然后写成一个文件啊。好，应该 format 就。走到这儿啊，然后再往慢，再后退，后退，后退，后退。
到这儿了啊，这里就不行了，然后就 OK 了 format 就结束了。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呢，就是说 format 是什么意思呢？它会获取获取这些路径，它会首先要得到这个路径，简单一点啊，这个简单一点就是说，它得到这些路径，在这些路径里面创建必要的文件，创建什么？首先你要创建一个 parent 你要创建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下，这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下面呢，你要创建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创建这些文件，说白了就是说呢，它会给你创建一些文件，就仅此而已，是吧？一句话这么简单啊，其实它里面，可能逻辑比较复杂，因为 Hadoop 是非常成熟的项目了。然后呢，开始呢，它代码量并没那么大，后来呢，发现有很多的 bug 呀、漏洞啊，或者新功能，它会慢慢的增加代码，就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变成了非常一个庞大的一个项目。说白了一句话，format 就是说，在我们的指定的目录下面创建一些必要的文件夹和文件。同时呢，它会让 journal 的我们的共享系统，就 edit log 的共享系统里面也进行一个初始化。那么这时候你初始化好了之后，有了必要的文件之后，你再启动 journal 的时候，它还可以。还可以记录。等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咱们看一下 NameNode 的。Thank you.
我们继续啊，然后 num node 到 num， 然后 format 好了之后啊，你可以启用 num node， 然后启用 num node 的时候呢，它其实传入了一个 num node 的一个参数，把它 configure 那个传来到这里你的角色就是 num node， 然后角色是它，然后这里呢。set client name node address 啊，这个是啥呀？啊，这个是啥？这个呢，得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啥？是吧？啊，这个东西是个啥？啊，其实是这里。其实是在这里。这里面有个它啊，它其实有。就是 HDFS 啊，它是吧？然后呢，看一个 UI 啊 ，UI 呢 get host， 这里先不管啊，这里是一个 get name service ID， 是否包含了啊？好，这里先不看。那这里呢 get name service ID 啊，这个方法我们其实看过了，这已经看过了。这个赋予它了，啊，赋予它，
不给他了。啊，为什么是他呢？你们是不是还是继续往下走？这个是他，是吧？然后主要是这个里面是获取的，你们是不是 ID？然后它肯定是为空的，所以说走下面呢就是 get 那个 service IDS，啊，其实就是它了，它是对的，它是对的，然后会写全对啊，好，这就不看了。反正 name service ID 呢，你就可以认为就是我们的那个逻辑名称，集群的逻辑名称啊，对 ops 杠 big data 啊，name node ID 呢，就是哎你的这个 NN1 还是 NN2，对 NN1 还是 NN2，NN1，好，对，看，是不是 HA 啊？是不是开机高可用，是吧？然后创建一个状态，这个是啊，这个啊，然后创建一个 HA 的 context，这个高可用，我们先不看。然后到了这里之后，这里有一个初始化的一些配置什么的，这个就不看了。然后这个方法里面是干啥的？这个方法里面是首先是一些配置，对吧？这配置就甭管了，首先是安全的，然后这登录啊，登录的这种怎么去做一些登录啊？然后看看登录是啥逻辑啊？啊，是 Keras 的啊，Keras 的一个，如果是有认证的话啊，配了 Keras 啊，它会有用，就是你在 CDH 里面配了 Keras。然后这里是一些 metric，然后这是 JVM 的，这个更新。所以说这里啊，如果说你的 name node 的角色，如果这个角色等于 name node。它也执行这一步，那么显然我们这个角色呢就是 NameNode，是吧？所以说它是启动了 HTTP Server 啊，然后它会创建一个 NameNode HTTP Server，啊，这里是 Get HTTP Server Bound Address 啊，它里面是看它是干了个啥啊？它其实获取的是这个东西，就是 NameNode HTTP Address 啊，这个是什么？我其实在这个配置文件里，我们也有啊。啊，就这里是吧？就这里，就是说你这 HTTP address 其实就是你访问 NameNode 的监控页面 Web UI 啊，监控页面的时候啊，会有用，会有用。就是你可以从网页上监控 NameNode，这是吧？然后这里呢是 load name system，这里是干啥啊？这里就是加载我们的 fs image 或者是这你的加载 fs image 或者是 id log 啊，就是这个方法可能会比较这个复杂一些啊，比较复杂。然后是 fs name service load from disk，为什么是 load 从磁盘呀？从磁盘 load 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保存在磁盘上的，fs image 和 id log 是不是都保存在磁盘？然后进来之后，然后check 这个，然后这里呢 fs image 创一个 fs image 呢，它首先会得到 namespace scale 啊，看一下啊，它得到的其实是这个就是你 fs image 存放的地方，fs image 和 id log 是同一个目录啊，它都存在这个目录下面啊，都存在这里面，就在这里呢，你得到了 namespace，其实就得到了这个 id log 的目录。
这它也是 ideology 啊，你可以认为它就是 FSM，也可以是 FSM 的。我们这里呢，它叫做 ideology 的那个进来，然后它是啊这个目录啊，这个目录一般会是没有配的话，它就是这个目录啊，它就是这个目录。好，它有生成的一个 FSM 位置啊，然后呢，再由这个 FSM 位置封装成一个 namespace 系统。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啊，还是这个对象，对吧？还是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接着走啊，接着走，然后呢，这里是 load FSM 位置，load FSM 位置，然后再进来，再走，走一步的话，这 get FSM 位置其实都。回到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 FSM 内，然后如果是放慢的，显然不是放慢，继续往下走，到了这儿，这里是啥呀？我们不应该调用 save namespace。如果我们什么什么，是如果它是处于 standby 状态，这个先不管啊。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是个啥呀？叫做什么 recover？这个是个啥意思？看看啊，首先这个，什么恢复是吧？你修复、弥补、重新获得，这个嘞？这是过度转变，好复杂，是吧？那么复杂呢？我感觉那么复杂呢？这个方法是干个啥呢？好歹还有注释啊，他说什么？分析存储目录，然后如果说有必要，从以前的转换中恢复。如果说状态转换依赖于那个是不是这句话，不知所云，是吧？不知他说了个什么，那么我们就看看这 demo 啊，究竟是。然后首先，这里是吧？这里啊，get image dir 这个目录，对吧？那么这个是啥？f image，然后它进来。进来之后是，如果它等于空，既然它不等于空，就是说就是这里，是吧？这里，在这里，啊，这里呢就不管它，反正就是 FS Image 的目录啊，就是我们配的这两个。但你找代码也能找到，就是我们稍微讲快一点，就是不找了啊，就这两个目录。啊，就这里，是吧？这里是 ideal log 的一些目录。然后接着走，看看啊，对每一个数据目录计算它的状态，并且校验所有目录的地。再看这里的状态，这里是这个方法里面这个啥呀？对每一个存储目录，更新称号啊，有点复杂，对吧？然后看他干了个啥，然后它是便利之后呢，是由生成 SD 里面会读一些什么属性啊，分析存储，
有点复杂了啊。好，我们跳过吧。啊，有时候看代码就是这样啊。如果说你不太确定，就跳过啊，跳过。然后回来一步一步看啊，你大概知道它是啥意思啊？大概是啥意思？啊，这里是保存你的 namespace，保存你的 namespace。其实这里呢，它其实还有一步啊，就这里呢，它会从 fs:image 里面加载你的 fs:image 文件，恢复到内存里面，并且把它进行了合并。就是你的 fs:image 啊，跟这个进行合并之后，加载的内存里面。有些代码呢确实比较深啊，比较深，有时候一时半会不太好看啊，可能要看很多遍才能看懂。在这里啊，load 再看一下啊，load 跳过这项代码看一下啊，就看这里，选择最后的 fs:image，从这些目录里面加载它。或者说合并和 edit log 合并是吧？是不是到这了？是吧？我们跳过一部分代码啊，不看那些代码了啊。有些代码呢可能没必要看，我们直接看它怎么做的。就这里，啊，这个是怎么来的呢？看一下，它在最后里面，它是在最后呢。啊，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在最后面。啊，这是最后面。他说呢，就是说选择最后的 fs:image 是吧？就比如说你这里看我有。好几个 fs:image 对吧？然后你选择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它了，对吧？并且什么，load 它啊，load 它，并且什么呀，merge 对吧？和它进行一个合并呗，啊，你合并，就比如说你这个是97287955027，对吧？我们看看跟谁合并啊？九五零二七，来，12789127287728。我看啊，7287959，这是7288是吧？这个吧，这里7287，我操，95027。这对吧？啊。7287995027，也就是这里，他做 transport 的时候，他做 transport 做到了95027这里，对吧？那么就是他首先要加载最后一个 fs:image，并且这个95027后面的 edit log 啊，跟他加载完了之后，跟他做个合并，那就回放啊，再就加载完了之后呢，再重新执行一下下面这些 edit log 就可以了。就是它是这意思，好，我们来看一看啊，看一看，有的看不懂的我们就跳过。这也跳过，这也跳过。好，这个啊，这个是个啥意思？检查啊，检查是吧？是个做检查的，对吧？读并且检查目录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它要干啥啊？这个是说看所有的存储目录，读它们的内容，去。检测他们的一些版本，是吧？它是干这个的，就是迭代，对每一个目录是吧，来得到他们的版本。你看这个得到一个版本文件，这个文件呢其实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读
哪个目录上面的这个 VIS 文件、版本文件，如果不存在，那就继续，是吧？如果存在，就读。读啥呢？读啥呢？反正就是读里面的一些属性呗，是吧？这个我们就不细看了啊。反正就是打开这个微信文件，读下面的里面的一些属性，然后返回给它。它呢，是不是升级啊？这个不用看。这个呢是 get 啊，最后的 access name 对吧？好，这是个抽象类。进来之后，我们选哪个呢？说白了，目前我也不太确定选哪个。好像这两个差不多是吧，这个是啊，看这个吧，我先看这个啊，这个是啊，你看 loss checkpoint 的一个时间啊，反正就是说他通过这个 checkpoint 的一个时间，看一下这个 point 的时间是哪来，这个时间是好，这个时间是最小的，这个时间是也是最小的啊，这个时间肯定是有设置的啊，我看看啊。跳过啊，得到了最后的这个 ID， 是个链表啊，链表把这个文件加进来，返回的是一个 tar， 返回的是一个集合啊，我们继续往上走啊。然后是个集合，这个集合里面得到第一个啊，得到第一个文件，这个就得到绝对路径，得到长度，对吧？那接着往上走，啊，是不是需要保存？所以不用看。然后呢，这个是初始化 ID log， 对吧？首先我们得到了最后一个 fs image， 从这代码这意思上看是这个。如果说你要看它详细怎么做的，还要继续一层一层的去看这个代码，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你就知道就是第一遍第二遍啊，你就这么看，就是说呢，你知道它的意思就行了啊，先不用纠结。然后呢最后你看从头到尾看懂了之后，从头到尾知道它的意思之后，你再来去看啊，再来去看这个。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代码的时候也不会看那么细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看的越细，你进展越缓慢，你的信心啊，你越没有信心。好吧，这个就不看了啊。初始化 ID log， 哦，这是一个 load fs 里面的 set 啊，对。啊，这是读 md5 文件 ，md5 文件是啥 ？md5 文件就它了，对吧？看看读 md5 文件，读出来，然后再 load。MD5 是吧，这当前文件，这是 FSMA 文件，这是 MD5， 继续看啊，这有个 loader 啊，这有个 loader 啊，
然后这里呢，它是，开始 load 它啊，loader 开始 load 它，然后呢，这有一个啊，这里，它开始 load 这个文件啊，load 这个文件，进来看一下啊，这样的啊，它 load 这个文件的时候，这个文件就是 Windows Image，然后这里是 file input stream input 就是读，output 就是写，所以说这是 input，是吧？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FS image， 然后呢，它就会读，对吧？首先读多长呢？它有一个魔术啊，这是一个魔术啊，然后是这个东西啊，有这个东西代表着你是 FS image， 如果说你不是这个东西啊，说明就有问题。就是首先呢，你要读这个流，从这个流里面，从这个文件这个流里面去读这么多的字典。去读从零啊、到这个字典，把它读到这个数组里面。如果说这个读到这个这么长度的这么一个字节数组等于这个头啊，说明你是 FS image， 对吧？说明你是对的，你这个文件是没问题的。如果说你随便读这个文件，发现它比对不通过，然后它就有问题了啊。然后这是一个 loader file。看它后面返回的是个啥？这里 load 之后，它其实把这个 load 给了这个东西。好，然后呢？如果说它是对的啊，能比对上，它又做了一个 load。这个 load 是完成 MB5 for fairs 啊，就是签名 FS image 做个签名，是吧？首先呢，做一个随机读的这么一个文件啊，然后开始 input format 啊 ，input 就读是吧 ？load 它上来 ，load 它嘞，然后看看它这是想干啥啊？然后是 load 有点复杂，是吧？有点复杂，跳过啊。好，跳过，跳过之后，这里这个 loader 之后呢，可以得到 loader 的 MD5。MD5。然后如果说这个 MD5 呢跟就是你期望的 MD5 啊，期望的 MD5 就是跟读的 MD5 如果不相等啊，就是说呢我们这里你 transpose 的时候做了个 MD5 是吧，然后读根据这些根据再一次计算这个文件的 MD5， 如果这两个 MD5 不相等的话，说明这个文件已经损坏，这个文件不是一个完整的文件，或者说你读文件读错了啊，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文件重命名成这个文件，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文件给删了，对吧？把这个文件重命名成这个文件，那么到这时候，然后呢，他去校验 MD5 的时候，用它对它校验 MD5 的时候，它就会有问题，可能校验不过去，因为你这个文件有做过操作，对吧？有操作，你是校验不过去的。好，然后我们就快点讲啊，我们再快点讲啊，反正就是 MD5 嘛，这个 load 是吧？这个 load 看过这个，
然后这个呢，它加载这个就大概是这样的啊，大总体这么一个思路，我们后退后退，再后退，比如看这个加载完了之后，它其实就是把 FS image 加之前呢做一些校验，校验完了之后呢，把它跟它做个合并，然后就可以了，是吧？然后后面呢就是创建一个 RPC 啊 ，RPC 这里你会看到一些调优的一些性能的一些参数，首先创建一个 RPC server。看 RP server， 然后进行一个 name node 的 RP server， 然后这里 get name system 啊，这个我们都看过了，对吧？然后这里有个 handle 啊 ，handle 这里有个参数啊，这个参数是啥呀？是这个东西，对吧？这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在讲调优的时候其实有讲过。这个 name node 的源码是很复杂的啊。好，这里是吧？那 name node 中用于处理 RPC 调用的线程数，默认是对较大的集群来说配置较好的服务器这么用具是吧？就是处理 RPC 调用的一个线程数，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参数，这个是用于处理 data node 上报的数据块和形成的一个数，等会我们会看到这个参数。好，然后这个它的默认值呢是个10，对吧？你其实可以调大啊，可以调大啊，调优的话你把这个调大会性能得到比较不错的提升啊，但是并不是越大越好啊，之前我们调优的时候把它调大了之后性能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好，然后这里呢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协议是吧，这里我就跳过之后，然后它在哪掉的？好，这里。可以看一下，然后他把这个 handle 的这个参数传给了谁？传给了 client RPC server 啊 ，client RPC server 是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这个 RPC server 它监听了从客户端的请求，对吧？从客户端的请求，它监听的是客户端的请求。什么是客户端呢？就是我们人操作的时候，我们要访问一个文件，访问一个目录，那么这叫客户端。当我们提交一个作业的时候，包括 MR 作业、Hive 作业或者是 Java 作业的时候，它读 HDFS 的时候，那么这些都是客户端，这些都是客户端，然后它传这么一个 server 啊，然后我们接着看，然后这有一个什么 service handler counter 就这个啊，就是我们文档里面说的是这个。
是吧？那么它是给谁用的？是串联一个 service RPC server。我们点来可以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这个 RPC server， 它监听的是 name node data node 的请求，是吧？从源码里面是不是我们印证了我们的文档？是吧？文档是这么写的，从源码里去看，它确实是这样子。然后会创这个 server 是吧？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client 的啊，我们来看 client 的看一下，因为其他都一样啊。然后这里呢，传进来之后，然后发现这里面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啊，其他参数我们先忽略，包括你的host 和端口，对吧？因为你要创建一个 client， 然后它肯定是有一些端口的，对吧？有固定的一些端口啊，这些端口是啥？其实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 JPS， 你的 name node 对吧？啊，一般说是9000啊，一般说是9000。这个应该是 HTTP 的接口。好，主要是这个 build 啊，然后是看个它把它哈点上来之后做一个build 啊，做一些判断，然后这里呢是得到一个这个 server 这个 server 是不是？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啊 PB 的啊 product buffer 啊，引擎。这引擎呢又返回一个 server 啊，这个 server 呢，它会调用父类的一个方法啊，初始化一些信息，然后这里呢就有一个好，看到父类这个方法，父类这个方法是把这个地址付给他，还有端口，还有请求的类，还有 handler 啊，就是我们的那个调参的那个参数，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有一个队列，哎，这个队列比较重要啊，就是说你我们客户端在请求的时候啊，在请求的时候，它并不是说。直接给了 name node 的请求，它其实是放在了一个队列里面啊，放在了一个队列里面啊。好，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队列啊，队列的一个长度是吧？你就 handler 可以看一下啊，这个 handler 乘以个啥？乘以这个啊，哦，这是传过来的，溃散啊，传过来的，往上走，好，再往上走，好，它插上了，再往上走，把它插，对吧？插上了，哎呀，一层隔着一层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umber readers 啊，叉啊，叉又叉上了，再次 serve 啊，再往上，再次 serve 啊，他是谁？注意，然后看他。在哪设的值啊 ？set 它，我们还要看谁调用了这个 set， 谁调用了这个 set， 看看能不能找到啊？
这都是措施，这都是措施，要说应该是在这里。哦，在这的时候，对吧？就是创建一个 RPC server 的时候，把它 handle 了，暗示你的方。然后看这是谁，这是哪个参数啊？这是前缀是联邦。这个就是不太好找啊。好，反正这个队列的大小呢，它是跟这个 handler 是相关的啊。然后它可以用这个参数来配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哦，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每 handler count 就是我们的线程啊，就是你每一个线程能够处理多少。处理多少请求，就是多少次调用对每个 handler 啊被允许的队列里啊，比如说你配了100个请求啊，100个 handler 的 count 是吧？100个线程，这100个线程呢，你希望每一个线程能处理多少次请求啊？就是这个参，就这个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默认值是多少。这个应该是在，没有这个参。没有这个参数，那默认是100。就是每个线程呢，它可以处理100个请求。比如说，你要设置200个 handle 的，那么它就是它队列长度就是2万。其他的一个参数，哦，这队列开始创建队列了。你看，这是队列的长度，是吧？可以创建一个队列。这个队列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它实现了 block 啊，阻塞队列啊，阻塞队列。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 Java 里面的队列，并发包里。监听 RPC，好，这个就差不多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是就比如说我们的 client 在发送请求的时候，你的请求会放到这个队列里面，队列里面来。然后呢，有一堆的这种线程啊，有一堆的这种线程啊，去消费这些队列，去消费这些队列。不过这队列的长度，比如说我们这个线程是一
是200配着200，对吧？那么这个队列呢，就是200啊乘以100，啊就是2万。就是说每个线程啊，我们就可以让它去处理100个请求。所以说你客户端来了请求之后，不停的往这里塞，然后这200个请求呢，不停的从这里做消费，是吧？同时呢，你 data node 也是。微信做的是，你不管是你注册也好，上报 blog 也好，你都会涉及到这个队列里。啊，其实它还有也一样的啊，也是有这个线程啊去消费这个队列，对吧？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代码里可以看到，它是有队列的这种概念，对吧？有队列这种概念。那么有队列这种概念，再加上我们之前做的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巡检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那 update 调用队列的一个长度，还有队列和串流时间，这个队列说的就是，这是 name node，这是 name node，从哪？用这个这个是 name node。这调用队列的长度，调用队列的长度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这个队列里面堆积了多少？还有就是处理的一个时间。工作负荷这个 RPC 这个队列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源码里面这个队列，你可以看到，它是 RPC 是吧？还有这个。client 的，还有这个 data node 的，这个，其实呢，这个东西它很复杂啊。其实这里我是画简化了，其实它是 NIO 啊，是 NIO 啊，NIO 它是更加的复杂的一个线程模型啊。这里只不过是我做了一些简化，做了一些简化，那个可能会把你们搞得更晕。首先有一个是，首先有一个。选择器啊，然后有多还它可以支持多个队列啊，等这个就不讲了，太复杂了。然后呢，就是说看源码的这个思路呢就是这样啊，我们找到一根入口，不停的去看啊，去看。你可能中间会跳过一些环节，先知道大概的。如果说你想知道细节的话，你会看很多遍。然后，比如说你在第二次再看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些细化就是每个属性是干啥的，可能你还是不能全都看完每个属性是干啥，还得一遍一遍的去看。但是一般来说，在我们工作之中呢，像这种看源码，只是可能针对于兴趣的看源码。在我们工作之中呢，其实它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原来在采集那个作业的时候。我们解析作业的时候，发现我们作业日量比较大，通过样的接口去获取作业的时候呢，性能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就看了样的这个源码，去把解析作业的那部分源码摘出来，看的那部分源码，形成自己的这种平台，形成自己的这种产品，就支持这个逻辑。所以说呢，这个源码你有兴趣那就看如果说还没兴趣不看也可。如果是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你可以试着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好多的源码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你单纯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驱动去看的话，你很难去坚持下来再加上你的 Java 基础不好啥的，所以说这个看源码就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呢，根据这几节课，老师带着大家看源码的这个思路以及这个，这个感觉啊，大家找一下感，看你，喜不喜欢源码，然后呢，这个能不能看得下去，还是说，在你遇到问题之后，能不能有一个思路啊，看能不能顺着这个老师这个思，就这个思路去找一找这个问题。算是从这个，所以说这几节课呢，算是从少儿脚本里面的入口啊，一直在跟着这条线啊去看这个源码，算是给大家有一个感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源码课没这么多呢？是因为即使我再讲十节课啊，估计很多同学听得比较懵啊，这是第一点。即使你听得不懵，过一段时间你就忘了啊？为什么你会忘呢？因为你没有问题，因为你没有问题驱动它。就说我们的工作之中呢，可能不需要看源，可能过一周两周你就全忘了。而且，所以说花那么多的时间啊，去听这个源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只有说是你工作中遇到问题再去看源码的时候，你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啊。没有问题驱动去看源码，其实不太好啊，不太好。行吧，同学们，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源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后面去探讨，或者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反馈给助教，可以了。好的，我们下课吧。